Shanxi wheaten food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ese wheaten food culture. Upo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by generations of wheaten food culture inheritors, it has now become a unique name card of local food culture and exuded its charm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.到山西没吃碗面，就等于是没来过山西。面食已经成为山西对外宣传的一个重要标签。我是李坤，长期从事山西面食技艺的研究和普及工作。山西面食最负盛名的就要数刀削面了，忠厚边薄，形似柳叶，从原料的选择到制作的工艺都非常的讲究。 揉面呢，也是一个技术活，要做到面光、盆光和手光。和好的面呢，我们一般要醒至30分钟。刀工是最能体现刀削面妙处的地方。刀削面呢，用的是弧形的刀，削面的时候呢，左手托板，右手持刀，手腕要灵，出力要平，用力要匀，只有这样才能削出能风分明、均匀有形的面条来。经过2000多年的沉淀。 山西人创造并传承了山西面食制作技艺，无论是蒸煮烧还是杂烙烤，从造型到风味乃至花样，可以说都达到了精益求精的程度。山西人将面食揉搓成一种文化。为了将山西的面食直观艺术性地呈现在大众面前，我们先后推出了高跷呼啦圈剪刀面、关公扯面、面气球等数十个表演项目。 也让人们更加直观地走进和了解山西面食。一碗面就是山西人的生活，面食对于山西人来说，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食物，更是一种饱含情感和哲学意蕴的精神食粮。我们研究面食文化，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通过面食了解山西文化，爱上山西面食。